们的一个师兄，他的儿子就是有那个就是叫同性恋，他很忧愁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这样，这个师兄该跟他儿子怎么念经，能就是改变这种状况？叫他念解结咒呀，要许愿，要许一万遍一万遍许的呀。就是直接把他儿子的名字报出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现在同性恋很多，就是前世的缘分未尽呀，今世又不是男男女女，所以他就不能好了呀，听得懂吗？那感觉到好丢人，所以说那天问我能不能打个视频电话，就视频开心一下。对呀、他自己很忧愁。就是这个，你叫他好好的帮忙念解结咒，时间长了会念掉的，明白了吗？那个就是小房子了，小房子需要小房子，你还是21张21张念的。小房子它是消业的呀，这个也是他们的业障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大家听一听。感谢师傅。